是日本的中上阶级的一种贵族的气质，表演很有魅力，个人特质很有魅力，生活的哲学很多。8月7号，我最喜欢这个魔幻时刻了。哎，来的，从东京啊。继续在日本的话，可能会在一起。我相信我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对的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四晚间8点，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